这是个小迷宫。哎呀，嗨嗨 ，Doctor， 谢谢，东西给你拿回来了。哦，感谢你们。你俩衣服让人扒了呢？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！就他，去年给我们整死了。辛苦你了，每天都要化这个妆。这不老嗨吗？嗨博士来了，你好，嗨嗨。你们今天是否要兑换早课请假券？你的窝罐皮呢？你的衣服让人扒了呢？是啊，今天来我看看。数量够不够？怎么这不是你们给的吗？我们咋知道数量？给你拿回来，怕我们拿你的呀？还不错不错，完璧归赵，挺好的。怎么就 A B C D？ 今天什么意思啊？今天是什么意思？感谢你们帮我拿回了这些派币和东阳光仙虫草礼盒。那作为了倭瓜帮老大的承诺啊，应该是把这一些派币送给你们作为赏金。当然，但是呢，但你不是那种言而有信的人。对，是的，送多送少呢，这个我很纠结。那现在呢，准备了这一个比较公平公正的这么一个场景啊，我们即将要进行三次实验。那你们看见现在就 A B C D 四个选项。是每一项实验的可能的答案。当屏幕出题的时候，你们有60秒的时间作答。你们要把所有的这些派币压在上面，留下的是你们的，掉下去的就是我的了。就压错了，他没收。对，可以孤独一掷，也可以平均分配。孤独一掷。孤独一掷。那个什么，别转词了。好的。大家今天最终赢得的派币，除了获得早课兑换券，还可以获得我们嗨放派专属祭奠金徽章。祭奠谁？金徽章。对，祭奠金徽章。是我妈的。首位派币的第一个实验，要考验各位大脑的信息处理能力和重构能力。汉字我们都非常熟悉，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观看一个汉字，还能不能轻易辨别呢？好，来，所以说大家前往观察汉字，辨认出来之后即可回到这里答题。走。这儿，咱方向都不好辨别了哈。咱们这个真的是无组织无纪律，咱们连人的规则都不认真听完。咱们啥时候听过呀？看汉字是吧？就看一眼，拿出手机拍下来直接走。什么题答不成？录视频。是，直接拿手机录。嗨。头戴摄像机。我现在设备好高级。就这样就行了吧？我这行吗？主要是头发行不行？行，头发行哈。啊，行，镜头无所谓。帅。